起来人生路，披挂斗阵行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你下斗阵的时间准时甲张磊斗阵来看戏。到十分为止，精彩的五站甜温就全部播送了了。故事最后，咱看到啊，这个刀山村带领三军来到凤城，眼看着要拍入城门了，凤城赶紧叫高怀着去求和。那么，个刀山村无愿意就此收手，无奈之下，凤城只好亲自出面。看到凤城啊，刀山村非常的生气，怒骂这个昏君，诉说了昏君甜温的冤屈。凤城和刀山村的一番话讲得非常的惭愧，加上担心刀山村真正会打入城来，只好主动认错。过快点嘛，为凤城来说情，凤城啊将这个韩玉玲斩首，但是伊卖出了斩伊的爱妃韩玉梅，甚至愿意用江山来换，最后阁是用了一计，才将韩玉梅杀死，总算是为甜温报仇。那接下来，咱们来看一部国家戏，叫做《孝道》。咱计讲必先孝为先，安尼大殿官端行高价戏剧团是怎样来弘扬孝道的？我们计讲，咱赶紧来看。
成国统，乃将倾辅佐，文德无比，市民安居乐业。几位贤卿，何去作乱，侵犯海疆，孤证明切万岁，死气尽走，略见多灾，且惜金雕捷报凯旋，只是国之大幸矣呀！万岁！切万岁平定何去，略见多灾，不识劳苦功过力远。万岁，你应重加封赏，以示天伦。爱卿所造无差，断之。何之？传切万岁上殿见驾。领旨。下万岁！切爱卿，实在，你何平定而去？可知东殿早来？万岁，用心可造。
天多，恐怖下一万里天。有贤才，功过立冠，万岁可接传召，当殿四皇。算有贤才，上殿见驾。娘子。随军立下无数战功，且去金雕叠圣办事，国王自动加封丞相。起来万岁，洪福齐天，下旨大喜，我将何敢言恭。献卿不识路口，多年征战在外，但不知左击何处，家中还有何莲子？啊，万岁有命！King!
列金只是一名寡人，欲封殿卿寡职，但不知如何安邦定国之策，何知当殿造难万岁呀！请万岁，授予官职，高显明镜，查核贪官污吏，于是献朝降贵。爱卿所奏，正合朕意。我奉请万岁为兵部尚书，谢主隆恩。禀心，谢万岁。姚将军为国忘家，军旅离散。高峰为七星顺案，四黄金翠柳，雕断八匹，兵士双方宝剑一口，金牌一刀，六幽不攻不发者，先斩后奏。谢主隆恩，兵心谢万岁。回事，金牌双方宝剑是。自行车，再漫步海滩，最后露营。
民旅游，有你有我。Thank you.
好，老爷夫人当文武官员回府，来呀，此去高衙迎驾。
好，你好，合作愉快啊，感谢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来这边，好好看啊。小贝，你慢点。哦，真漂亮。周围没人。周围。先生你好。文明观展，展现你我涵养。大姨哟，胡林家的李不来，大姨了。土地
人不定疼在此盼个来是陆永虎上来好嘞，请你收下。不不不，我告老爷说，只收礼单，唔收礼物。哎呀，大娘哇，你家老爷与我家老爷那是同乡同里同胞骨肉，别人可以唔收，我家无收，啊，无人情啊。如果无收，你家老爷夫人也爱一过一日，一过我。是啊。那如此说来，这礼物是一定要收咯。是啊，你家老爷夫人也学了你会办事，学了我会办代。是啊，大娘，你就放心收下。恭喜你呀！三哥切意呀！这是一场接力，一场关于文明的接力，一个眼神达成你我之间的默契。三言两语最能抚慰人心，一个细节成为美景最好的滤镜。一次等待让城市的暖意升温，伸出双手传递爱心的力量。这是一场接力，
一场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接力。文明接力，您准备好了吗？太苦尽了，如今是何大事啊！
我可能不可能啊！多利，多利！吉呀吉呀！夫人，凤仔，是为何呢？看到这杨玲知影被赶出去的迄个妇人，就是家己苦苦思念的母亲。安尼是毋是会去将伊追倒来咧？故事到底会怎样的发展落去？想要了解剧情的发展，观众朋友会记得明日中午的十二点准时的来锁定的文卫视，关注到底来看戏。那伫看戏之外，嘛欢迎关注厦门广电看厦门的手机软件，会用伫顶面回看我节目每一日的内容。好咯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咱明仔日再会。